台北市议员应小薇手被上铐在囚车道面对喊话，没有回应。卷入金华城荣基律案遭到收押。朱先生身体还好吗？未经警员主席审，庆金同样也被收押，带上车。两位金华案关键人物遭检方声押后，阅卷时间漫长，才开羁押庭。据了解，也是检方提出限阅。唯一在侦查程序可以看到卷宗的机会，就是在这个羁押之前，因为羁押之前必须要给予被告跟他的律师一个机会来了解到底检察官。 目前侦办的内容为何，他才有办法就是否羁押来做一个适当的答辩。检方提出限阅，如同办案利器，手上有多少证据知悉多少案情，不想一字排开被被告看光光。当检察官手上部分有利案件证据，不想让律师或被告查看，就可以向法官申请限阅。若核准，律师就只能看到部分资料，限阅包括方法、阅览禁止拍摄、禁止复印。若是限阅内容，就可能针对特定页面抽除或遮蔽。不少案件，检察官常见都 会提出限制阅览，虽然检察官他是有一个限阅权，让被告不能看到全部的卷证资料，但是这些限阅的卷证资料，在之后的羁押庭召开的时候，这一个部分是不能拿来作为羁押程序的攻防的。对两造来讲，对于检察官讲也好，对于被告来也好，都还是有可能会是一个双面刃。尽管限阅的内容无法作为羁押庭上使用的内容，但有时检察官对证据足够有信心，宁愿藏底牌，不让重大证据 曝光，被被告方掌握诉讼策略，也成检察官办案的杀手锏。华视新闻陈英伟、张全台北采访报道。Hello， 大家好，我是林英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